好的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好的，我们开始。你可以听清我说话吗？好的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来做生词练习，跟老师练餐巾纸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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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pkin， 什么时候用餐巾纸的？什么时候用餐巾纸？吃饭的时候，很棒，很棒。去中国餐馆，服务员可以给我餐巾纸吗？服务员可以给我餐巾纸吗？口味，口味，我的口味很清淡，我的口味很清淡，我爱吃清淡的，我爱吃甜的，我爱吃酸的，我的口味很重，很重。我爱吃很辣很辣的，很酸很酸，很咸很咸的，所以我的口味很重。所以你可以说我的口味很清淡，or我的口味很重，或者说我爱吃香的、辣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臭的，臭豆腐。对，我的口味，你的口味怎么样？你的口味怎么样？Does that mean like me? Your taste.我喜欢酸酸的吃。你喜欢吃酸酸的？吃酸酸的。吃酸酸的。你的口味怎么样？我喜欢吃辣辣的。辣辣的你的口味很重很重辣辣的你的口味怎么样？我的口味很重。辣辣的。你喜欢吃辣辣的辣辣的你的口味怎么样？很咸的，你喜欢吃很咸的那口味真的很重下一个，比如，我的口味很重很重。比如我喜欢吃火锅 hot pot。我的口味很清淡。比如我喜欢吃酸辣汤，有点酸，有点辣，但是不是特别辣，不是特别酸，好吧？你的口味怎么样？你的口味怎么样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的口味很清淡，很重。你喜欢吃甜的、酸的、甜甜的，比如。酸酸甜甜的什么比较甜酸酸的，比如酸辣汤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不喜欢酸辣汤吗？不喜欢酸辣汤。喜欢酸辣汤吗？你酸辣汤不喜欢酸辣汤你喜欢甜甜的，你喜欢甜甜的。你的口味怎么样？我喜欢咸咸的。咸咸的那你喜欢火锅吗？火锅吗？我喜欢。火锅也很咸，很辣，很咸。你的口味怎么样？Yeah.我说你的口味怎么样？我的What's your taste？ 你的口味怎么样？我的口味很清淡。很清淡，清淡。那你喜欢吃火锅吗？火锅很重，味道很重，很辣，很咸，你喜欢吗？
啊，很咸。那你喜欢吃火锅吗？你的口味很清淡，火锅的口味，火锅的味道很重很重。对，我猜你不喜欢，你不喜欢。啊，这比如，学校附近有哪些中餐馆？学校附近有哪些中餐馆 ？Tea house， 还有呢 ？Tea house， 双城，还有China Express， 那是中餐馆吗？我没有去过。So， 你可以说学校附近有很多中餐馆，比如。Tea House, U Garden, Shuangcheng, China Express. 你喜欢去中餐馆吗？你喜欢去中餐馆吗？我喜欢去 Tea House。你喜欢去 Tea House？ 是 Tea House， 很棒。你喜欢去中餐馆吗？大上海，比如他们的宫保鸡丁非常好。哦，宫保鸡丁很棒啊。还有别的吗？其他的，比如还有其他好吃的吗？还有他们的牛和中文怎么说？华贵。西兰花。西兰花。对。他们的牛肉和西兰花也。牛肉和西兰花啊，很棒！牛肉和西兰花也好吃。你去过 Tea House 吗？我没去过在 Tea House。你没有去 Tea House 吃过？那你去过什么中餐馆吗？我喜欢叫饭四川辣。你喜欢四川？四川 spice。四川 spice，OK，你那你去过小四川吗？学校附近的小四川。你去过小四川，对吗？你去过吗？对。那小四川有什么好吃的菜？比如，我喜欢重庆豆腐。重庆豆腐，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。辣的。辣辣的，辣的香香的。香香的，有点油，它放很多油。跟同学一起练习。你去过中餐馆吗？你喜欢中餐馆的什么菜？比如，或者说我喜欢 Tea House， 它有很多好吃的菜。比如，跟同学一起练习，可以吗？你喜欢去中餐馆吗？我喜欢吃好，两个同学，
两个同学谁要试一下？啊，你们两个好吗？好。嗯，好。您喜欢去中国餐馆吗？我喜欢去中国餐馆。比如什么？比如在去 Mandarin Kitchen。Mandarin Kitchen。Yeah。哦。我没有去过那个中餐馆，啊，别人你喜欢去那一家中餐馆，对吗？嗯。你喜欢吃中国餐馆吗？我喜欢去中国餐馆，比如sidewalk kitchen， 你好。啊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嗯，我喜欢去中餐馆。啊，我喜欢去学校附近的中餐馆，比如 Tea House、Pagoda。我喜欢吃啊，很辣的，比如火锅。啊，我喜欢吃很酸的酸辣汤。啊，有喜欢吃很臭的吗？臭豆腐。有喜欢吃臭豆腐的吗？没有。你们吃过吗？啊，你吃过？你喜欢吗？臭豆腐。啊，你不喜欢，很臭，很臭，太臭了，太臭了。那你的口味比较清淡，比较清淡，臭豆腐口味比较重，啊，但是我觉得臭豆腐很香，很臭，但是也很香，很香。好，下面各种味道，各种味道。中餐馆有各种各样的味道，各种味道，咸的、辣的、甜的，啊，宫保鸡丁。是又甜又辣，又甜又辣啊！啊，芥蓝牛肉又嫩又香，又嫩又香。啊，菠菜豆腐汤，菠菜豆腐汤怎么样？菠菜豆腐汤是什么？是什么味道的？我们经常又清淡又又新鲜。啊，又新鲜又清淡，嗯，很棒，又新鲜又清淡。啊，我喜欢吃各种口味的菜，比如啊，辣的宫保鸡丁啊，比如啊，酸的酸辣汤，比如清淡的菠菜豆腐汤。嗯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？比如麻婆豆腐很辣，很油，很辣油。啊，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菜？我喜欢吃咸的。咸的，比如酸辣汤。那你们喜欢吃各种口味的菜，各种。那家中餐馆，比如 Tea House。嗨，好。啊，We no longer need it. Thank you. Sorry, there was a troubleshooting thing and they sent a person, but we already fixed it. So, Tea House 那家中餐馆有各种味道的菜，比如菠菜豆腐汤和菠菜豆腐汤是什么味道？清淡，新鲜啊。比如宫保鸡丁是什么味道？宫保鸡丁，咸咸的，辣的，有点辣，也有点甜啊。比如，芥蓝牛肉。芥蓝牛肉有点油，啊，很香，嗯，很香，很嫩，牛肉很嫩，啊，推荐一家中餐馆，给你的同学，比如，啊，双城，有各种味道的菜，比如宫保鸡丁，
又辣又甜，菠菜豆腐汤又香又嫩。和女同学一起推荐一家中餐馆给你的同学，好吗？好，哎，开始。谁可以给老师推荐 recommend 一家中餐馆？谁可以给我推荐一家中餐馆？你可以吗？So just a second. Yeah. Okay. 是的，哪家中餐馆你觉得好吃？给我推荐，给我 recommend。OK，那家中餐馆有哪一家叫什么名字？双城，有各种味道。真的菜味道哦，味道的菜，比如牛肉很油，牛肉很油，很棒。宫保鸡丁很辣辣的，宫保鸡丁辣辣的，酸辣汤有酸油，酸辣汤有酸油辣，酸辣汤又酸又辣，酸辣汤又酸又辣，很棒啊！听起来啊，双城是一家很好的中餐馆，他们有各种味道的菜，各种味道的菜。好，各个地方，中国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中国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跟老师说，中国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中国各个地方，跟老师说，中国各个地方的菜，味道都不一样。中国各个地方的菜味道都不一样。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比如四川菜，这里，四川菜很辣，火锅是四川菜，很辣，广东菜，比较清淡，广东人喜欢吃甜的啊，比较清淡。湖南菜怎么样？很辣。北京菜，很咸很油，很棒。上海菜呢？上海菜。上海
甜甜的，很甜，上海菜很甜啊。你们喜欢吃哪个地方的菜？哪个地方的菜？啊，你喜欢吃哪个地方的菜？四川菜啊，你喜欢吃很辣的，很辣的啊。嗯，啊，你喜欢吃哪个地方的菜？啊，我喜欢吃啊湖南菜。湖南菜很辣的，很辣的啊。嗯，啊，你喜欢吃哪个地方的菜？我喜欢吃四川菜。四川菜很辣哦、啊，你们的口味都很重，很重。我喜欢，我是重庆啊、重庆，我是重庆人啊，然后我也喜欢吃四川菜，四川菜啊、很辣，我特别喜欢吃火锅，火锅啊、嗯，跟同学一起练习，中国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中国各个地方的菜都不一样，比如啊、两个同学一起练习好吗？好的好的，来啊、ABAB 来，你们可以试试吗？ AB 这样的AB yeah can you see 你可以看到 AB yeah Brooklyn 中国菜怎么样？我吃吗？中国各个地方的味道、都不一样、比如北京的菜、很咸，很咸咸的，咸咸的，咸咸的，很油。很油，油油的，油油，油油的，yes， 油油的，油油的，啊，来 ，AB，AB， 中国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中国各个地方的菜，味道多都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比如上海菜，很浓。上海菜、甜的，甜甜甜的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很甜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换一下，美国菜怎么样？美国菜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美国菜好吃吗？美国各个地方的菜都不一样，比如，美国有什么菜？有什么菜？汉堡包，比如汉堡包什么味道？Is that like what does it taste like? Yeah. 汉堡包什么味道？咸咸的啊，汉堡包咸咸的啊。比如美国还有什么菜？美国菜，比如啊，明尼苏达州。明尼苏达，
有什么菜？什么？中文怎么说 ？Wild rice。Wild rice。米饭米米 rice。嗯，明尼苏达的米很好吃。哦。明尼苏达还有什么菜？明州有苹果、哦、很棒，苹果好吃，苹果甜甜的，苹果很甜。纽约有什么菜？也有苹果。美国各个地方都有苹果。苹果很好吃，甜甜的。那 California 加州有什么菜？桃子，好棒，桃子 peach， 桃子什么味道？How do you say wine？ 哦，酒。哪里？加州？我没喝。你没喝过，但是听说很好喝是吗？哦，酒，美国各个地方都有酒，很好喝，很棒。好，麻烦啊，做中文功课麻烦吗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哇，你们好棒。那学中文麻烦吗？不麻烦，很容易，很容易。嗯，好棒啊！洗衣服，麻烦吗？麻烦吗？很麻烦。做中国菜，麻烦吗？很麻烦，特别麻烦。搬家真的有麻烦啊！搬家真的很麻烦，好麻烦。嗯，你觉得洗衣服麻烦吗？很麻烦。嗯，你觉得搬家麻烦吗？我觉得搬家不麻烦。不麻烦。那你觉得搬家麻烦吗？我觉得搬家很麻烦。嗯，觉得搬家很麻烦。学中文，你觉得学中文麻烦吗？我觉得学中文有点麻烦，很棒，有点麻烦。你觉得做中国菜麻烦吗？做中国菜，很麻烦。很麻烦。你做过吗？做过。很麻烦。你觉得洗衣服麻烦吗？我觉得洗衣服太麻烦。很麻烦。问你的同学。做什么什么？你觉得洗衣服麻烦吗？你觉得做中国菜麻烦吗？比如你觉得搬家麻烦吗？好，问你的同学。I'm not sure if you'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
你们两个可以吗？你们两个？你觉得搬家麻烦吗？我觉得搬家挺麻烦的，挺麻烦的，很棒很棒。你们两个可以吗？你觉得西服很麻烦吗？我觉得西服有点麻烦。很棒很棒。你们两个。你觉得做中国菜麻烦吗？我觉得做中国菜很麻烦。很麻烦，很麻烦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做中国菜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好的。去中国餐馆，去中国餐馆，服务员，服务员啊，麻烦，麻烦，给我餐巾纸好吗？餐巾纸好吗？麻烦给我一杯冰水好吗？冰水啊，麻烦给我一碗酸辣汤。酸辣汤好吗？麻烦给我一碗米饭好吗？给我一碗米饭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跟老师说，服务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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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麻烦，麻烦给我，麻烦给我，餐巾纸好吗？麻烦给我餐巾纸好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。服务员，麻烦给我一碗米饭好吗？一碗米饭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问你的同学 ，customer 服务员。好啊，可以麻烦你，麻烦你明天帮我搬家吗？可以麻烦你明天帮我搬家吗？可以，明天我正好有空，我正好有空，不麻烦不麻烦。跟老师说，可以麻烦你明天帮我洗衣服吗？可以麻烦你明天帮我洗衣服吗？洗衣服吗？可以，明天我正好有空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来问你的同学，可以麻烦你明天帮我什么什么什么吗？啊。不麻烦，很棒，很棒。是，住校外很自由，很自由。住校外是很自由，但是特别麻烦，特别麻烦。这家中餐馆的剑南牛肉又嫩又香，
这儿的芥蓝牛肉是又嫩又香，但是有点油，有点油啊。他们的四川菜，四川菜很地道，很地道。他们的四川菜是很地道，但是太贵了，太贵了啊，太贵了。嗯 ，A B A B A B 啊，就是啊，随便挑一句啊 ，select one 啊 ，and role play。你们两个可以吗 ？A B。啊 ，Yeah，A B， A B。我注意一下啊，就是巨蟹外是很自由，但是特别特别麻烦，特别麻烦。嗯 ，A B。这家中餐馆的芥蓝牛肉有浓有香。嗯，这儿的芥蓝牛肉是有浓有香，但是有点油。有点油，有点油。啊 ，A B。第三个。他们的四川菜很地道。他们的川菜又很地道，是很地道，是很地道。但是哦，但是个太贵了，太贵了，太贵了啊！他们的四川菜是很地道，但是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嗯，说是，但是是，但是好。哎，火锅。火锅，火锅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火锅是很好吃，是很好吃，但是太贵了，太贵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啊！臭豆腐，臭豆腐，臭豆腐很好吃。臭豆腐是很好吃，但是但是臭极了。臭极了，臭极了，太臭了，臭极了，很棒很棒。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，你们吃过吗？没有没有。北京烤鸭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北京烤鸭是很好吃，但是太有点油，有点油，啊、哦，有点油。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很好吃。但是。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嗯，很棒。拔丝地瓜 ，very sticky， like potato。拔丝地瓜很好吃，拔丝地瓜很好吃，但是太甜了，太甜了，太甜了。啊、重庆小面，小面。重庆小面，重庆小面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但是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太辣了，啊啊！和你的同学，哎，和你的同学说一个菜很好吃，但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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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个是
臭豆腐是很好吃，但是太臭了，太臭了。啊，你们两个？麻婆豆腐，麻婆豆腐，麻婆豆腐很好吃。 麻婆豆腐是很好吃，但是有点辣，是吗？有点辣啊！麻婆豆腐很好吃，麻婆豆腐是很好吃，但是有点辣，有点辣。 来啊，跟老师练，学中文很麻烦是吗？没错，学中文是很麻烦，但是很有趣，有趣，知道吗？有趣 ，interesting， 有趣，但是很有趣。 做中国菜很麻烦吗？但是中国菜很好吃。那家餐馆的中国菜特别地道。那家餐馆的中国菜是很地道。好，第一句，B。 学中文很麻烦是吗？没错，学中文是很麻烦，但是很有趣，很有趣，interesting，很有趣。做中国菜很麻烦吗？做中国菜是很麻烦，但是中国菜很好吃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的。A B 最后一段。那家餐馆的中国菜特别地道。那家餐馆的中国菜是很地道，但是有咸，有些有辣，不是我喜欢的口味。那家餐馆的中国菜是很地道，但是又咸又辣，不是我喜欢的口味。好，上周末，我和张天明去了一家中国餐馆，那家餐馆又新又大。
又新又大，有各种口味的菜，各种口味的菜，味道也特别地道，特别地道。这家餐馆真的是很不错，但是有点贵，但是有点贵。好啊，三句，三个同学，三个同学。第一句，啊，上周末啊，我和张天明去了一家中国餐馆，很棒，很棒。哎，那家餐馆有新有大，有各种口味的菜，味道也特别地道。地道，嗯，地道，嗯。你可以吗？最后一句。这家餐馆真的是很不错，但是有点贵。很棒，很棒。哎，啊，下面比如各种麻烦口味，我觉得做中国菜很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张天明不觉得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会做什么什么什么味道的菜。都是我喜欢的什么什么什么，比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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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菠菜豆腐汤。来啊，一分钟。好，哪个同学试一下？我觉得做中国菜很麻烦，很棒。但是张天明不觉得麻烦，很棒，很棒。他会做各种味道的菜，各种味道的菜都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比如菠菜豆腐汤，我觉得做中国菜很麻烦，但是张天明不觉得麻烦，他会做各种味道的菜，都是我喜欢的口味，比如菠菜豆腐汤。好，最后一个 make sentences 比如啊，火锅Oh, sorry.火锅，火锅太辣了，辣辣的。但是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再比如，北京菜，又咸又辣。但是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喜欢吃。各种口味的北京菜，比如北京烤鸭。好，跟同学一起一个句子。谁要试一下？哪个同学？你可以吗？汉堡包味道又咸又辣。又辣。又咸又辣，很棒。汉堡包又咸又辣。你可以吗？四川菜，有
有点油，四川菜有点油，很棒啊！要试一下。北京菜又咸又辣，嗯，你要试一下。 有点油，有点油啊！你可以吗？四川菜辣辣的蛋挞好吃。啊，四川菜辣辣的蛋挞好吃。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你可以吗？四川菜。 四川菜辣辣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棒，很棒。这个做起来麻烦吗？麻烦，很麻烦。这个做起来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 谢谢。下面有两个视频啊，你们可以去看啊，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。嗯，有两个菜，一个很麻烦，一个不麻烦。